出去一点点。这个是向内有点弧的，提按，勾上去。提按转折，竖画在中间，收腰，这个要突出向右伸展，高低要错位，所以这个往上面斜的多一点，转折要稍微重一点。火，先写两点，这两点要高低变化，再写撇捺，撇用竖撇，在两点的中间向下垂直，捺笔向右下方伸展，由细到粗，人。撇由粗到细，捺由细到粗，撇短捺长，上面要短，下面长，捺笔的起笔应该在撇的中间偏上，更好看。望，横左低右高。这两个长短要变化，点由轻到重，勾上去，这个点在中间偏右一点，挤，提按向左下方斜的，这个不要太宽，要窄一点，收完钩这边稍微出一点头，向右空间大一点，伸展长一点，略微出一点头，这边收这边放，这个空间大，上面空间小。